到说他是一个很在意外表的人，他是个颜狗。你们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，会很注重哪些点吗？第一印象只能在意外形。我每次看一个人，我会看他的牙齿和皮肤、我会看他的鼻子、耳垂。我觉得就是看那个骨感，白白净净，整个一挂就感觉就是那种干净一点，干净一点。然后长相不要太浓的长相，太深的那种双眼皮，嘴巴也不要太大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中了两箭了。天哪！暗暗的说我讨厌丁禹兮。不是，我脑子里面想象，我绝对没有想到你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想的是就是，这是一个什么节目？给自己埋坑，真的是。